What?来塞恩举不举？塞勒斯都来了，要来了要来了，硬要，应该是不举了。我直接三把，我直接三把，哇！一波伤害爆发出来，瑞斯这边往后拉，哇！结果反而是蜘蛛这边掉了双 buff。哇，塞勒斯明 jungle， 他应该没有。其实这个版本的野区经验有 nerf 掉一些，所以应该也没有，应该也没有。呜，直接一个 WQ 抓到了两个人，这个不会吧？一波爆发，好像会死哦，很像。哇，这边一波直接带走了 MNM 哦。可能我觉得是双上面要先开 game 了，杰姆来这边到了，直接变蜘蛛一波伤害 ，Rest 这边开启了自己的大绝，应该是跑不掉了。努力的跑，努力的爬，还可以再哦，手撕、哎，哇，真的是手撕，来再见。你的夜曲也还没有六级，夜曲超冲击，夜曲这个打法打 solo 那个。中路都要开喷了，对啊，上路也要开喷了。Jungle 到底在干嘛？怎么都不来？哎，夜曲有中到，这边直接上六补了一个闪现，开了自己的大绝，快逃吧！没有要选择回戳，快！哎呦，塞勒斯这边直接补上了一个闪现之后，再一个链子勾到了塞恩，顺便逃走。现在偷到的是布兰姆的大绝，毕竟刚下路单杀嘛，对，已经 CS 感觉。不过这边也很积极的想要来打预示者，这个时间点是 Poke 正非常强的时间点哦。塞恩下来的位置不错，卡住了，这么凶哦！我关灯了，开启了这只大狙，然后要插吗？要插吗？插塞恩，插了一个塞恩，效果不太明显啊。塞恩，你要不要拉一下？小 B 这边终于到了，你的血量很低啊！哇哇，塞恩这边被三 D 这边被逼出了自己的金链，再交了一个闪现，没死。小 B 这边跟上，不过呢，非常可惜的是，哇，还可以吗？还可以。垮了这个救援，可以吗？哇，真的可以，哇，这真的可以耶！哇，他还把他挡住那一炮，真的假的？哇，塞恩一直敲，塞恩一直敲，我小 B 可不可以点掉头？哇，你可以，还有奶哥再点三连杀，太扯了吧！哎，牛的技能在哪里？摇舞用奶，哎，哇，死前直接一个哇抓 Q 起飞，完蛋，凯莎无敌了，莫名哇，这个不用想了，这个直接给了，又不用想，哦，这边直接飞进去了。哇！然后就不见了。哎呀，两个大绝，塞勒斯也来了一个。哇！后只能一直往后跑，但牛这边。不过这边小 B 从后面的一个进场，这边直接带走了开 win。MNM 这边的位置有点偏前。哇！厄达斯，哎呦，晕到了，直接一波爆发。小 B 还在吸血，还在吸血，还可以做输出。不行了吧？这样子应该是不太行。不要了啦，不要了。应该是要选择拉掉了。一个还两个。哦，但是这个三 Z 好像怪怪的，死了。你没有车了呢。这边牛直接一个 W 加 Q， 再配合 Popo 的伤害，这边三 D 应该是要被直接带走了。我们怀念他，真的是怀念他了。哎呦，这边有抓到 Rest 的敲，布兰姆的被动敲出来了，再烤两下，慢到可以吗？我 Popo 选择回去救，我夜曲这边上来挡，那这边蜘蛛直接一个上吊闪掉了夜曲的爆发哦。不过 Popo 这边的伤害还是蛮高的哦。他偷到蜘蛛的大绝了，他飞起来，他变成蜘蛛了，直接被蜘蛛开始追，摇，然后再摇一下。呱呱呜！哎呀，可能变成说一定要有48 CD 啊，他才可以一套 combo 接两下。哇，这边直接杰西的一套 combo 就逼出了 Fofo。哎呦哇！爆！因为这种出装的话打不赢 AD。我又哎呦，绑到头奖！我绑挡，法罗斯。小 B 这边交了一个闪现，往后拉回身继续做输出。夜曲这边戳了，竟然直接按了自己的技能，吓死了！哎，然后跑掉了。Rest 这边直接往前剁，牛这边也已经残血拉掉。Rest 这边被逼做自己的大绝，凯撒哎，点眼睛！哇，他往回走的时候点到了眼睛，他点了一把揪，停了下来，就瞬间被秒杀了哦。哇！夜曲在被集火的时候，他已经要从侧边哦，就是最起码要哇！夜曲，再见！直接爆塞勒斯，我觉得他的伤害完全没有出来，就是会战的时候看他打不出伤害。我你直接进去，
我顶三个，但是这么勇敢，但是赛恩在侧面直接控住两个人，这边赛恩是完美的切割战场、哦、但凯莎好像很痛哎，小 B 可不可以呢？好像二杀四想要躲进去也没有躲到，这边赛恩直接一敲，再配合自助的伤害，你想怎么偷？靠 Q 吗？来 Q， 不可能吧？嗯、哦，我靠啊，抱歉，先吓吓他，哎、欸。多回头打到，这个是最容易中的嘛？那一中到之后，蜘蛛 Q 一下，哎、欸，又绑到了，哎呦，我也把弹回来，又把弹回来，绑不绑？绑不绑？三在底下、哦、还在 CD， 这个敲有点歪歪的，死了，哇，还是就跟蛋糕一样。所以 Team 打这个破格阵，本来理想的情况，想说靠着夜举跟牛应该可以开，哦，这边已经打了，这个进场的非常漂亮哦，这边是直接打出了开运的闪现。那牛这边也是被逼出了自己的大局、哦，不过还可以继续做中动吗？能不能杀一个？哦，我扭掉了这个板。不然真的就爆了，哎、欸，真的爆了。不然的话就是哇，他一个哦，扭了一个没扭过第二个，这个 W 半条怎么打？好痛啊！没得挡了，没得挡。哎、欸、呦，哎、哦、呦、哦哦哦哦哦，直接一个闪换两个闪。刚刚他 Gemini 是不是不知道自己的 E 还没好？哇，这也太凶了吧！哇、嗯，这太凶了吧！你真的吗？这个就膨胀了、哦。奶哥你这个太膨了哦，这个你会因为这样子搞不好一场哦，真的会付出代价的。我觉得奶哥你阿力唔汤啦，奶哥你怎么这样？这样子，他逼的那个闪很艺术性哦。对啊，因为你再看一次，他闪现没有马上，你知道他是一闪，但是你知道吗？蜘蛛不能一闪。哎，他这样，蜘蛛不能一闪，所以他那个一闪其实是浪费掉的。他是 W 一闪，但然后他那一波一闪废了之后，他发现原来不能一闪之后，心态炸裂，后面再往前心态崩了啦，心态崩了，心态崩了，真的是心哎、欸，我认真讲，真的很有可能因为这个 play 直接。搞掉一场有可能，破个阵是。我觉得巴龙那一波尤其出彩，就是他真的是完全的挡住了。对，哎，也许开大直接进场。哦，这边 Rex 从后面砍进去，哇，这边的凯撒已经上了，勾到了蜘蛛，绝门来好像要倒了，绝门来，绝门来倒了，哎，还没，绝门来没倒，绑到了 Fofo， 我魔法输出了吗？可以了吗？转一个，刮了一下，再转一个，没招了吗？哎，顶，这个技能有点慢啦，哇。控得很漂亮，这边还有机会吗？十秒好像不行，应该不行。而且第一个复活的是夜曲，没什么用。恭喜你，夜曲关灯咯。哇，天黑了，天黑了。三 Z 笑了。不要再玩什么约瑞科了啦，玩塞恩多好 啊这把玩得很好，这把三 D 真的玩得好。我觉得虽然说从他的整个英雄的数据上面并没有看出很什么很厉害的发挥，但是他的每一个会战的站位跟细节跟战场的切割，我觉得三 D 这场的表现是满分的。但坦克就是这么一回事，对对对，总是在做苦力活，真的。但我觉得三 D 完全有发挥他的，就是毕竟我觉得三 D 也是老将了，是有发挥他的经验，把坦克的该做的事情都有做到好。算真的，巴龙那一波切得漂亮嘛，对不对？欸、真的漂亮。那其实不止那一波，在前面几波，其实我们也都有提到，就是三 D 一直都有把战场挡的、嗯，我觉得是真的是很漂亮。真的。